你那边把他抓来抓去，跳来跳去的，还把他倒立，你是疯了吗？长那么漂亮，那么可爱小孩，亲生女儿哎、欸！我已经绕了第二圈了，我本来不想管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你有什么不满吗？我问你，我现在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对自己的小孩？他才几岁，他懂什么？你有什么不满要发泄在小孩身上？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给他弄倒立了。我绕一圈回来，你还在给他倒立。他得罪你什么地方？他做了对不起你什么事情？四岁小孩哎，却吓成这个样子，你是他爸爸哎，你要保护他才对。看你那边把他抓来抓去，跳来跳去的，还把他倒立，你是疯了吗？长那么漂亮，那么可爱小孩，亲生女儿哎、欸，你搞什么？爱护都来不及了，你在搞什么？你刚才有没有给他动刀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知道你这样是违法的，你为什么把他弄倒立了？他做错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对待他啊？说很抱歉。也爆了。也爆了。对对对。他求你了，你没看到吗？他求你不要这样做，你还继续弄。你真的是他父亲吗？你有什么不满可以这样对小孩吗？打到我们路来看不下去。你讲。不满吗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小孩？在家庭的照顾都是很正常的，他们知道要增进自己的亲子的功能包括自己的情绪管理。四岁小女孩，我们疼爱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还有人把她虐待成这个样子？而且你还在大马路上就当场虐待起来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时间，那不是更恐怖？